同嘅黑白相记录咗黄宗尧佢呢几年同香港嘅故事，大批书迷一早嚟等佢出现。做 artist 都幾真咯，個人咁同埋都好似會為社會出聲，即係對而家點樣睇呢個社會啊、香港人啊佢嘅睇法咯。我都好欣賞肯出嚟，肯代表到肯發聲。欣賞佢嘅唔單止呢批書迷，仲有俾人稱為才子嘅陶傑。我因為咧黃祖耀咧，佢為香港嘅利益咧係起來抗爭咧，由嘅年輕一代。而且都是關於香港年輕人，尤其最近那一年大家一起走過的一條路，所以就深有共鳴。黃宗耀說希望透過這本書表達他這幾年在香港見過的事，是自己拍開的照片也好，或者我有些寫的文字也好，都其實挺代表到我自己的真誠的。當你攝影加少少的文字去話俾人聽，其實你最想講啲咩嘅時候，其實好多嘢喺個相裏面已經講咗佢個故事出嚟俾人聽。佢希望香港人能夠爭取同保留自己嘅權利。M1 News 記者李欣怡報導。